呦，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哦，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哎呀，这么疼啊！哎呦，这个小叶下手真是没轻没重的，哎呦，哎呦，妈，不至于吧？不是，妈，我是您儿子，甭管以后我有女朋友或者是再有老婆，她依然不阻止我爱您，不是？我觉得咱犯不着离间。我做什么了？我怎么离间了？哎，我有主动给你告状吗？啊？我有苦有难，我从来都是自己扛着。我刚刚说什么了？我怎么就离间了？那你要这么说，我就全都交代了。照我看，您这颈椎病，三分病，七分装。你头脑反应太灵敏了些，分寸把握太精密了些。您现在的反应，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颈椎病引起的大脑皮层缺血应有的反应。那是因为我是你儿子，所以我才一直配合着。我配合你，装病不去医院。我甚至还认着你去阻止我跟真真之间联系。但我觉得这些适可而止吧。我是你儿子，我与真真相爱，它并不影响我去爱你。这你不用担心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话吗？你妈是那种别有用心的人吗？我破坏你的幸福了，我为你争取的桩桩件件，哪一件是在害你的？我问你啊，我在家孤军奋战，和你那个没良心的爸斗智斗勇，才给你有了你出国留学，在上海有房有车，没有贷款。你说话之前为什么不摸摸自己的良心，非要跟你那个没良心的爸学呢？我年轻，先别哭了。要不，我先去办退房，先去我那儿吧。有什么事儿，咱晚点再说。我死不了！你不是说我三分病七分装吗？不用你配合我。你慢着点儿，别闪着脖子了。